OK， 来到 Morning Call 时间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玩新的游戏哦。这个是一个恐怖 RPG， 这个恐怖 RPG 呢叫废弃医院与黄土面具。好，一目了然了、真是一点不找麻烦，什么游戏就直接来给你来一个这个什么标题。好，那么这款游戏呢，据说虽然是一个比较小品的，因为整个游戏时间。是有过，是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介绍，好像是15分钟，但依照本人的调性呢，可能会用半个小时。对，因为卡关啊、讲故事什么的也都没有的。那现在我在开头就先讲废话，讲快1分钟。好了，那继我们上一次玩了《不公平马里奥》之后，决定还是回老本行，玩个 RPG 类、恐怖 RPG 类的游戏哦。那长篇连载类的呢，我还会再找看。好。那么，如果有想要看的恐怖游戏的话呢，也可以提供。那我这边会再去做，就是我会去自我评估一下适不适合我来实况这样子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喝点水，我们就开始了。那大家不用太担心，我说我咳嗽什么，说我身体不好，其实没有，其实我身体还蛮健康的。就有时候我不舒服都会讲哦。大家通常会咳嗽的是那个什么，嘴巴喉咙太干之类的，就没有喝水什么的。大家注意喝水哦，这个炎热天气，大家要注意身体。OK，废弃医院与防毒面具 ，start。好了，准备完成，赶紧找到宝石，然后回去吧。B，我搜，我现在是当个小偷吗？Data save。哦，好酷哦，这是存档哦。哦，这游戏有很多好酷的杂音，这样是存档是不是？搜，什么什么？不能跑废弃医院。那我怎么刚获个长紫色头发像护士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可以看一下吗？没有人，好暗哦！我的妈妈咪啊！有东西，这里是医院，是我的家，我最喜欢这里了。这太恐怖了！呜！哎呦！哎呦！感觉蛮可怕的，所以这里有没有我都在看一下哦。是我一开始来的地方 ，data saved。这是这个医院的平面图，我开始以为是枪啊什么的，后来发现好像什么，这可能是医院的平面图。然后，游戏超恐怖的，空空。用力开，用力开。世界库，恐怖要出现咯，来，3、2、1。好了，烦死了。关了，滚了！我还再开一次。我才不要这些医院消失，因为这是我的家。太酷啦！太棒了！我最喜欢这个，我最喜欢这个了。这才是恐怖游戏啊！这才是真正的恐怖游戏啊！这真的。这还挺吓人的，棒哎！好久没玩到这种啊。那么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呢？头有点痛，肚子不舒服，腰在痛。我想想看，我每天都马头痛，这头有点痛好了。说不定是精神上的问题，有烦恼事情吗？工作不顺利，上司很严厉，没找到东西，工作不顺利。说起来，红色跟蓝色哪个比较冷呢？你是指什么？
左臂跟右臂的左臂呢，勾哪一只呢？都不割你。猫跟狗哪个比较痒？什么痒？不知。眼球跟大肠哪个比较不？我听不太清楚，不知。嗯？大家样子都好奇怪，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？手，我是不是？你怎么上吊了？你怎么这个头掉在那边呢、啊？不科学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身体呢？在这边吗？啊？那你是挂在哪里啊？头顶吗？你是用头发挂着的吗？太吓人了，吓死我！我收集几张纸条，应该是收集纸条破关的游戏吧？酷哦 ，I love this game。我每个房间都要被吓一次吗？太酷啦、啊！好、哦，没有，我很久没有那么兴奋了。我很久没有玩一个 RPG 游戏这么兴奋，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不错。那个房间去过，那这个呢？这楼梯，我们可能要楼，可能是离开这地方，我们多看几个房间好了。应该是每个地方都要看一看吧，不，不认识的大姐姐给我红色的宝石，她说不管什么愿望都能实现，哦 ，super cool， 刚刚突然可以开枪嘞，这游戏好随性啊。我该对宝石许什么愿望呢？是病治不好没关系，我不想从这个家离开。这样，这样个比较破坏气氛的话，我刚吃完饭，吃的是素面，真的是素到一个蛮吓人的程度，它没有油，完全没有油，所以相当的清爽啊。觉得大家那个想吃点好吃的，又不太想说想吃点好吃的，又不太想吃的太油。我觉得素面啊，什么随缘之类的东西都不错。好啦，去厕所应该去一下。我看这个今天是不是那个医生上吊？不是 ，but 也不是，我来过嘛，好像来过。好吧，我们去厕所吧，那一定要去的嘛。那先男厕好了。嘿，这种游戏跟我说厕所没有鬼，我才不相信啊！这种地方厕所一定有鬼啊！什么没有吗？太惊人了！有吗？啊！没有就那样，你别的地方那么恐怖，你这里没有东西。好，真是让我觉得相当的意外，我真的很意外，我都准备好冲击啊，冲个档好了，我们要往其他的楼层跑了。哪个楼层嘞？上面还是下面？大家觉得呢？这门是不能开了。楼梯好像只有一个，这没有厕所，需要厕所好了。你跟我说厕所没东西，我真不相信。有！哎，那无线电门关掉、我想关有点吵。一二三四五，不是有六吗？我没有真正的第一封信，虽然连射力很低，但威力很高的手枪，若感知到人身危险，应该使用 Z 键。防毒面具，针对辐射成与有害物质强大防御效果，能够查知使用者的危险，并能够传到中断功能。
我原来按 C 哦，难怪我按半天。那为什么不是用这次常用 X 呢？然后按半天按不到什么，我觉得可以拿来当道具钮之类的东西。哎，这游戏厕所怎么干净啊？奇怪，厕所里面会发生事情，不是应该是常事吗？居然就只有，居然就只有水槽有血而已，令我很是难过。哦，哦。有怪异哦，真的蛮暗的。嗯，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没东西，我刚刚听到声音啊。嗯，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What the man？ 哦，暗。怎么按？这翻译台湾人吧。按什么？等一下，要按什么东西啊？一定有东西要按吧？什么也没有吗？我只一个东西，就有笑笑而已吗？一，按一。一，哪个一？哎、欸，按哪？按一。滑鼠吗？按一鼠。什么？还有吗？按一鼠去。什么？一头雾水，看没有啊？哎、欸，按死，等下，无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应该是第一个吧？按，好骂脏话哦。按时一用鼠，按时一用鼠滑，我需要想一想。按，嗯，一，用滑鼠怎么样？用滑鼠按什么东西？嗯，这密码提示吗？哦，哎。被传送回来了、欸，什么东东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没有啊。等一下，用滑鼠按一去。哎、欸，哪里有口令？没。超级看不懂。嗯，这是一楼吗？下面啊，不是，刚那才是一楼吧？那这边的楼梯去哪里？哎，就这个。哎 ，so 啊，是回来这边。王都来过了、欸，哎，
上吊阿扁。医生，头痛了，医生。哦，我们现在死胡同了。难道是在这边吗？哎，话术按了好几下，哇，这声又小点，有点给他烦了，不滋不滋。我觉得写下来好了，不然就实在看不懂。这是做笔记哦，这不像某人都拍图的、哦。哎、啊，坐起来好久没跟某人讲话了。某位天才，最近天才超级忙，天才超赚钱。按，我真的像骂脏话哎，我一直在骂脏话，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好意思、啊。按，按死，一。用数我是滑吧，没记错话，滑用滑鼠按啊？哎，凑一下啊。用好吧，我该怎么用怎么用什么样的顺序看这东西？滑鼠，用一按十一用滑鼠。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哎，没笑啊，我要做什么？应该没有什么漏掉的东西吧？那为什么呢？一楼平面图，我从仓库出来，我都去过吧？我没去过厨房吗？好像去过啊。等一下，卡住。这是厨房吗？
大家一起动动脑怎么样啊？我现在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做。按十用滑鼠。哎，医生真的不见了。狂按都没用什么东东？这都是什么？没办法开啊！不要被这个整过吗？不是啦，咦？没来过哦，好酷哦！一个大头在那边，有点漏了这一集，没看到啊，太好暗了这个。好啦，冲击预备咯。你好，不知二。好酷哦！这解谜失，这逃脱失败。看一次呗。到底漏什么东西？金光石，按了半天真没有东西哦，而且那紫色只是一块。色块而已。那个轨道太艺术了。这条路来过吗？我怎么没来过这里？为什么好像没发现过这个地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通道太窄的关系吗？你对我没来过这边上一集我没来这里。真的没来过。白白的地方，这是什么？我想和大家在一起，永远的在一起，这样啊？妈，你喜欢就好。我现在怎么样 ？Number 6。Number 4，看一下好了。Number 1，这里是医院，是我的家，我最喜欢。是密码的意思咯。不认识大姐给我红色的宝石，她说不管什么用都能实现。我刚才宝石许什么愿望呢？病治不好没关系，不想从这个家离开。大家样子都好奇怪，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才不要这医院消失，因为这是我的家。我想和大家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小孩子，医院这种东西，我觉得他是救你的命没有错啦。不过你能出院，赶快出院了。说真的，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好，存个档哦 ，data safe 的。卡住了。太猛啦！走。滑鼠按。别逃！再一次。好酷哦，信都拿到就可以玩这个。
超酷！原来《有话所爱》是这个意思，哇，好棒啊，超棒的！体感鬼屋探索废弃医院四，少女的红色宝石，这里是我的家。原来宝石是鬼屋的奖品吗？发生战争之后是等着客人呢。还算是很开心的。ひつにゃりしれてすさんだ。わあ。おお。猫ココ。おお。哦，这是一个末日。然后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类似主题，那个恐怖，这不是有那什么那个。类似鬼屋嘛，就是恐怖鬼屋，像什么东京不是有一个废弃医院的用废弃医院改的一个恐怖鬼屋，但是跟那种很像吧。然后结束，然后世界末日之后，他们来这边还有在运作这样子。哦 ，Arco， 哦，它不是 RN 做的游戏。哎呀，好酷哦！天哪，棒！哎，他前作怎么没下载？我想找他其他游戏，这好好玩了、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款游戏呢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就这样，实况结束了哈。对，那那个啊，中间稍微小卡了一下，那果然还是老马了。我就说这游戏会玩很久，不可能十五分钟玩完的。OK， 那么算是个小，哦，外面突然打雷了，吓我一跳。好啦，那个虽然很短，但是我觉得是一款相当值得再三回味的好游戏，还蛮有趣的。好，那么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《魔镜开》期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